再介绍一下美国的生活。美国的生活有的时候，台湾同学会也聚在一起。那我们今天是聚集春酒，在 Sacramento 的顺丰港式饮茶。那你可以看到，这边有很多的菜都还很好吃哈，还有龙虾，然后咸水鸡之类的。刚刚长辈有说要再加码两项大奖，也会准备一些小奖、摸奖、摸彩，然后这个是彩券，就是上面在抽奖抽到号码的时候上去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测试一下座位。我今天在抽这些小奖。我们先代替长辈抽这些小奖，因为这些就是10块的Amazon。